那只燕子就把它脚收起来了，一飞冲天，展翅高飞。那个时候，我毅然的放下了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，然后去追梦。当时的那个亲戚啊、家人啊、朋友都不看好，只是我觉得说，机会就这么一次耶，怎么不能去呢？就这样，我是2007年，对啊，2007年离开台北之后啊。那么久没有回来了，所以今天真的有那种就地重游的那种感觉。那现在这只燕子呢，它把脚长出来，就是它想飞就飞，想在地上蹦蹦跳跳走走。它代表说，其实现在的我呢，我在追逐梦想，做音乐这一块和跟家人这一块，找到了一个平衡点。我觉得我现在更懂得怎么去生活。